小飞好可怜啊！不会啊，穿上很性感哎、欸。这个性感的要喷鼻血哈、啊。想想看，巧克力沙穿那样，想想看亚历莎穿那样，啊，太夸张了，太夸张了，哇塞，哇塞，太夸张了吧，我靠！嘿，亚历莎穿那样，还得了，我天哪 ！Oh my god！ 嫁给我吧，亚历莎。谁要 close 啊，白痴！哎，这地图太大了、啊，不是我在说，这个不行啊，不行啊，下一次就从这边开始了。你看这边还有一个事件点，还是那个就是会遇到他们。不然试试看，我就直接去那个红点，反正宝箱那些都可以在那。送流橋はこの先にあるんでしたね。先看这里会掉。ああ、少し先だったか。ポイント D への分岐に来たら声をかけますよ。会掉。这个双龙桥上居然没有掉点，你刚掉，你就直接一路怪也不打，直接去那里，直接 go go， 下一次再来领这些宝箱，宝箱。我有看到有蓝宝箱。那里还不能去，什么东西？ここだ。左の脇道に入ろう。哎、欸，退下，退下！哦呦，我按了啊，我按了啊！よし，这个幻灯虫给我死逼！给我死逼！看看。幻灯虫背负着发出不舒服红光的气囊截肢魔兽会和或者剧毒的气囊一起爆炸毒液事件。哎呦，任せてくれ。扁他，不，不要毒我。 King 和攻击也太酷了，死呗。任せろ。悪いな。先に行かせてもらうぜ。这个宝箱又是个苹果。如果那宝箱可以藏那只大苹果，那我也还蛮佩服的。这么大一只魔兽藏在那里，哦呦呦，恐龙！拜托，它跑慢一点。快跑！李恩跑起来，李恩跑起来。要到了，要到了！抵达！第一地点就在这附近。原来是这里的话，似乎是贵族巡逻路线之外的地方啊。艾略特他们来了，小 D A。像小朋友一样。本当の本当に間違いないんだよね。真的是你吗，大哥？まあ間違いない。哇，另外一种正太。無事でよかった。我想拍他的头。来嘛。本当にいいんだ。我想揉他的头。啊，我来了。また会えて。こちらこそ再会できて本当によかった。あんな別れ方をして心配をかけて。啊。对小弟还是要另一种方式。だって信じてたからね。リーンなら絶対にどこかで無事でいてくれる。我可是小弟尊重我啊，相信了大哥。ありがとう。おかえりリーン。おかえり。そういえばフィーはどうしたんだ？最重要的小飞。一緒に行動していたんじゃなかったのか？小飞。うん、それが。小飞さっき何かに気づいたみたいですぐに戻ると思うんだけど。
来了吗？哦，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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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自高而上！哇塞！呀！飞！哇！哇！这个角度，这角度，不是啊，小贝，那你还未成年呢，不行啊，小贝，有人在看啊，小贝，真的吗？这太夸张了，小贝。我的天啊！亚历山，亚历山，亚历山，对不起，亚历山，对不起，劳拉，对不起，劳拉，对不起，班长，对不起，班长，对不起，小克里斯啊，对不起，亚历山，对不起。不是壁咚，直接壁钉。哇！どうしたんだ？好深情款款。本当に怪我？等下，还好抓着肩膀，不然他等下就要亲下去了。小飞冷静啊！啊，确认，真的是李恩，真的是。你还未成年呢，不行了。你看，是真的李恩，你看。他亲下去了，等下冷静。你看这个角度。でも、フィーも元気そうでよかった。不是你不懂那种妹妹对，就是哥哥，就是有啊，我有妹妹，我知道啊，只是不要那么明目张胆嘛。我懂小飞的心情，哇，小飞，もう一度会うためにも。小飞，頑張ってくれたんだな。我摸头，可是在这个角度还是很神秘。啊，ただいま。哎妈！但是小妹你这个武装这个样子啊，哎呀！你这个样子不大行啊！不吐槽一下衣服吗？まぶしいね。仲間との再会ってのは。世話が焼けるわ。你看小妹的站姿。就是既开心然后又含蓄然后手就放在后面这样小飞小飞偷看小飞偷看小飞真是太好了你们几个是啊谢谢你你也好像一直说你照顾我请让我们正式的向你懂森林中也是谢谢我什么都没做啊一个月前都亏你带着林恩成功脱离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尽全力奋战才能够像现在再度聚在一起啊所以还是想跟你说声谢谢哼说的也是谢谢你森林干嘛刻意说这种小事好可爱哈哈也是因为各种前因后果我才终于能够相聚啊接下来你们有什么打算呢当然我们也想让迪恩和其他人会合就算前方有多么的艰难的关卡等着我们必须和大家会合才可以也必须去救艾丽谢和艾尔芬底下这是既定的事项谢谢你们请再把力量借给我吧那么要直接回到齐珍所在的地方吗等到灵力恢复应该就能前往优米了回优米啊说不定行得通虽然原本打算暂时离开但果然需要据点吧不过比起这件事有什么想法呢面对这片大地还是想要直接去寻找下一个方向虽然回去是一个选择不过就直接朝着要塞方向前进也是一种方法吧啊第四机甲师团所扎住的加雷利亚演习场的确我们是以那里为目的双龙桥再怎么说也是贵族联盟重要的据点之一对于所要冒的风险可得有心理准备啊眼睛看着飞就算如此我觉得还是应该以那里为目标说不定能了解到帝国正规军的情况以及奈尔哈特教官是否平安更重要的是帝国的未来该怎么走还有也许能弄清楚我们第七班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怎么做吗原来如此啊在这之前你们都是透过与贵族联盟交手来了解局势藉由与正规军与第四机甲师团接触或许能够获得新的视点这样吗是的还有要告诉克雷格中将艾雷特小 DA 现在平安无事啊李恩阿尼基阿尼基我知道了事到如今我们也只能做好觉悟了
一箭同上。虽然的确会有危险，但是有你在我就不担心。你不用去加那一句话，要好好加油，跨越这些障碍，去找爸爸他们，还要弄清楚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事。谢谢大家。哼，为什么要特地走这条充满困难的道路呢？啊，这才是年轻人啊！既然如此，也让我舍命陪君子吧。正好我对那边的地理位置也有点熟悉啊。我肚子刚刚叫了。图哈尔先生真是棒大，既然决定，就先开始寻找通过双龙桥的方法吧。是啊，要通过盘查需要有许可证才行，再加上我们大概也被盯上了，尽管没穿制服，弄不好还是会被抓住。既然如此，就有那条路了吗？想到什么方法了吗？嗯，刚才发现了一条有死角的路线，虽然会冒着被发现的风险，但有尝试的价值。真的吗？呵呵，那就靠你啦。好，既然这样就赌一把吧，把我们带入马飞。说到先朝双龙桥的地方前进吧，在盘查之前应该不会遇到任何问题。好，准备好就出发吧。小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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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爽什么啊？你要用想。对对对，没有去旁边已经是自己拿字，不用想。啊，我这我懂了。呜、爆裂猛攻出来了。私の番だね。看看他这个，哦，这个超萌的表情，呵呵。然后他。真的太瘦了吧！这是小，这是小朋友。那我已经是双色的，有没有？这样展示大家可以看清楚他的服装设计了吧？赶快去 cos 吧！有点成熟的那种，那脸。不好意思嘛。戦力も補強できたし、いいことなしだね。没得话可说。よかった。太好啦。好啦，还是要看一下小弟。さてと。还是一样小朋友的感觉，虽然服装变得成熟一点。制作组还蛮用心的，希望借由服装来呈现大家的成熟，就是这一个月他是有长进的。任せてくれ、行くぞ。也感觉那个服装整个都不同。那个在结束之前还是蛮重要的一些事情要做。阿金，位置要站。OK。对对对。就是要跟小飞连线，这样就对啦。哎呀，真是太棒！哇，那这个点不能弄掉啊，那个是与小飞相处见面之礼，说不定以后用到，对不对？我们要寄到新的地方。小飞攻击的时候是不是一直喊他进？真假？谁用？阿进。他其实想阿进。姐啊。没有，他是想把敌人想成阿进啊，就那么简单。在攻击的时候，阿进。谁？阿进。体系。你不要乱接啊！哇哦！剩下很重要的一个成员到齐了，虽然还加上。小 DA 还加上一个不重要的，不过还是要有人回血嘛，对呀，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OK， 一首，那今天差不多来到这边喽，大家早点休息，要考试的加油，最近每天都要这样子提醒大家，加油啊，真的。那么我们就休息喽，关台喽，关台喽，大家。晚安，See you， 晚安，拜拜。